祝大家情人节快乐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肥。咁咧就而家我接受紧 UMTV 嘅访问嘅。咁啊，访问内容就系咧，有啲咩最想嘅情人喺情人节为我而做嘅咧？咁我就分享一下我嘅梦想啦。有时即系情人之间咧，最紧要系有创意啦。我自己就最中意 DIY 嘢啦。我最想嘅情人为我煮餐饭，可以设计一个好奇特嘅送菜嘅，即系例如豉汁蒸橙啊。咁樣嗰啲嘢啦，咁樣即係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心意嚟嘅，覺得係最後點都係個味道係甜嘅。情人節最緊要就係大家兩個人開開心心咁樣過啦，有冇禮物都唔緊要，不過有禮物就最好啦。是佢陪下我咯，雖然我依家仲未有女朋友。想有啲難忘啲嘅經驗咯，冇禮物都唔緊要，不過我唔想係收啲貴嘅咯，因為 handmade 嘅話先有心思啊嘛。我希望我嘅另一半可以帶我去坐摩天輪啦，然之後睇曬澳門嘅景色。我希望情人節咧就可以去個小旅行啦，例如香港或者台灣咁，跟住夜晚咧就兩個人好浪漫咁食個晚飯就夠啦。